上去一下，有求必应。老师要给你几个？哦，从旁边过来。蛮标准的。你说，厉害厉害厉害！
像啊。啊，最好啊，还有咱这里一根凳子上。
转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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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嘛。开机是我国新中国的一个联合剧种，有着300多年的悠久历史。您现在欣赏到的《奇珍鬼灯》是川剧喜剧中的经典之作。皮筋是个既爱赌钱又十分怕老婆的哈巴哥，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他的老婆是怎样收拾他。我再更低一点。
啦。哦。就没得事情啦。啊。哎，这个好简单哦。哎，老婆，哎，过来。过来，看到我把这儿吹了哈。回去了，要得回去只穿得两副耳罩。
啥子？你不晓得，我老婆给我打了招呼的，要是下一次再逮到我打麻将的话，就不发我吹煤油灯了。那是啥子？吹电灯。吹电灯。天气怕二哥。怕二哥有啥子嘛？那不是说的话，那怕二哥是我们四川男人的美德。怕二哥。各位朋友，你们不晓得我怕我，皮爷哥不仅管灯儿，管得好，他唱歌唱得更好。来，大家说，要不要来一个？交给我了，哎呀。